京城，杨子建。海风咸涩，水面尽是寒凉的月光。大人，今夜正是十五，时值仲秋，下关等却闻见彤云密布我心的沉重，如巨炮隐隐的哀痛。教尉，请勿有此言，战事燃在眉前，那倭奴寇海将入我子民，便纵有千种儿女风情，切忌浮云涛声，将热血铸成炮弹。离家数载，不知夫人与小儿是否已窗思远未归。当一批人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戍守一个阵地，那个心情是如何的不堪。所以我就借着一个小教尉跟他的长官在对话，他的长官义正言辞地告诉他，这个时代正是倭寇寇我海疆入我子民的时代，怎么可以把私人的儿女情怀放在当中。可是人性不是这样，他在想他的夫人跟他的儿子儿女是不是也靠在窗边视他为贵。飞越文学地景，看见台南古城之美。